不是很好主动出击啊。我操，这个一这个一直接拍130吗？我这样的推荐也不一定能抢过线的，我跟你讲。对面两只英雄的抢线能力太强了。啊，这么快！感谢半都微凉的守护磁铁支持，谢谢半都微凉碎碎的剑士和守护磁铁支持，非常感谢半都微凉的礼物。是我前进吗？这把前面对线肯定会被压的。按照组合特性，这个组合前面六级前一定是会被压的，所以不用纠结什么。吃呗，谁让我让你的，你自己吃啊。对啊，打野来下路一趟不容易啊。别你来下，真别这样子，这样子我害怕啊。我都吃了一个了，你还让我再吃第二个啊？不是，你就这么想着躺赢吗，兄弟？哇哦，他们要来抓我们了，我们得跑得更快才行。对啊，就这么想着躺赢吗？能不能自己 C 一下啊？不是哥们，解放双手啊，直接。不是哥们，这也能控啊，还行，快跑快跑，卖了，哎，可惜。
快点充好电，瞄准坏人开枪，很简单的。这两个英雄的打线能力确实是有点肿啊，没关系，只能说等我电刀啊，等我电刀加六级，攻守易势，攻守易行。前面给他们爽呀，给他们爽一下无所谓啊，等到六级就爽不了了啊。珍惜一下能爽的时间点。不太好，我这个位置不太好搞他呀。他竟然那个晕那么慢啊，搞得我这个进化有点抽象，好吧，搞得我这个进化比较抽象。奶奶说过，做人要不怕出头，她说的真好。F 六，枪还没坏，最好能一直保持下去。训练完成，我是最神奇的猫咪。哎，我也没死。差不多了，兄弟，看不了你了啊！好吧，走远点吧。他近还有狙击枪啊，百里守约还有四发狙击枪呢，还是要小心为上。我一直在保护我的同胞，当然也可以保护其他人。
等一个小笨蛋。这把感觉可以把魔抗早点搞起来。静不下来期限吗？死过一次了吧，应该是死过一次。就怎么说呢，就稍的保守了一点。我先挂个单挂个影魔刀吧。嗯，这局先单挂一个影魔刀。不太方便去上塔呀，上塔有点拖节奏啊，主要是去上塔有点会有点拖节奏，就不大想去上塔。那就我上去冲咯，反正都想着混混的，不然那几个哥几个都想着混一混的，我也要混，不能都混，我也要混。感谢半路微凉送的守护之铁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半路微凉送的守护之铁，谢谢半路微凉。我操，这个双 buff。他多少钱？900，有点想回，过来看一眼吧。什么情况？这都来了吗？不是。真关注假关注啊！
真信了还是假信了？他不会真信了吧？哎，留死了，留死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不，哥们，听到我的名号，吓死我！还以为你听到我的名号，直接，哎，哎呦，哎，我真以为听到我的名号直接掉线了，是有这么大威慑力吗？还在想，对啊，就只是一个，就只是，哎呦，真的假的，兄弟？还是输了点，小小的失误吧，确实是失误了，因为拉扯的细节没有做得最好。感谢半路微凉送的手铁，谢谢半路微凉送的手铁。我想有没有小点子啊？对啊，在想有没有小点子，搞点小点子，结果好像有点困难，也就是小点子有点难想。这个不太好搞他吧，他这个站位。哥们，这能升的吗？这个啊，你这个贴这个闪现，他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这能攻啊，感觉有点想，又有点想控我，又有点想控很多人，然后就空了。把大龙拿了一波嘞，充能完毕。我要去装杯了，等一下30秒进化，我这波真要去装杯了。等个进化，这波我要2打50，看可以2打5的。
被找到了就算了，交战不起来啊，现在主要是咋没有一个交战的空间，你说要打那也得有舞台啊，那舞台还没有，这又跳失误，结束。